就这破玩意儿，八百多。败家。这里面放地卡粮，它识别大米过来了，咔就开了。别的猫都不好使，都不开。然后你过来喵喵喵，造完了，一走，哎，它就关了。知道吧？一个字，绝。把你饭卡带上，还勾我。好了，这回吃饭得用饭卡了，听见没？动点手里边。你把脸伸里面，对，这样。哎，你看，开了吧？新出来的太讨厌了。小咪想吃，它是吃不到的，让我吃点，那就只能看着。哎哎，你不能从这儿吃啊！哎，关上了，这回它就吃不到了。小咪还搁那纳闷呢，瞅大咪，大咪搁这儿。你不是很厉害？大咪说：“我才不给你开呢。”妈妈没给你做饭卡，妈妈没给你做饭卡呀。